现在上瓦的师傅也来了，开了四车，这是瓦。这两车也是瓦，后面还有一车砖还没来，今天准备上瓦。一大早起来，我们就开始干活了，上面都开始干活了。这一扇一会儿就不漏鱼了啊！以前做防水天天做，天天做，做完之后还漏鱼。哇，扇了一半了，师傅辛苦了。其实我们家还是蛮大的，你看堂屋也是占很大位置的，在院子里今天来了两部车，还是有这么大的。后面扇完了，就剩前面这一点了。太阳能也放在房顶上面，冬天的时候好洗澡用。两个杆子，它上面还有用呢。先套那一摞不一样，连拆那一摞，连拆把那一摞。干活的，老是挨打搬砖的。对，都是好些操，我是搬砖挣钱的，给你打工。做个碗块，做个碗块。嗯。哎，慢点啊。哇，好玩！必须，以前我是干过一天，以前当兵时候干过，干了多工。以前啥兵？啊？啊？搁那个长春，东北那是。长春。啊。马上完工了，水也过嘛，东边过，东边过水湿，一点水南边咱那还搁了怎么水完了。马上完工，扇好了，不怕漏雨了啊！不说不漏了，他反正是。妈，你在检查工作吗？我看看。看看。Nice。电动了没？电动。你遥控里那牙怎么切的？哎呀，你不是你不是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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